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嗨，戴诺。嗨，戴娜，你们好吗？今天你们想学点东西吗？太好了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。用戴诺转盘看看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吧。是颜色的按钮呢？今天我们要学习颜色，黄色、快看，是小火车马克，太棒了，我们开始吧。小火车马克会载我们找到黄色的东西哦。戴诺、戴娜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哼。好的，按下绿色的键就可以出发啦。走喽，戴诺、戴娜，今天我们要从这趟旅途中找到黄色的东西哦。戴诺，那是什么呀？没错，戴诺，这是一朵黄色的水仙花，太美了，对吧？我们带上它好不好？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黄色的东西吧。戴娜，你能看见树上挂的是什么吗？戴娜，没错，是一串黄色的香蕉。戴娜，我们摘一根好吗？好的，戴娜，我们摘两根吧，一根给你，一根给戴诺。一根香蕉，两根香蕉。好了，小恐龙们，我们还会看到黄色的东西吗？好的，我们再找找吧。戴诺、戴娜，快看，是一只黄色的鸟。戴诺，这只黄色的鸟是不是很漂亮呀？我们问问它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坐火车吧。我们今天找到了一、二、三件黄色的东西呢，小恐龙们真不错。我们回到戴诺转盘那里去吧。我们学到了黄色，我们找到了一朵黄色的水仙花，两根黄色的香蕉和一只黄色的鸟儿。戴诺、戴娜，你们太棒了。戴娜，怎么啦？你是问能吃黄色的香蕉了吗？当然可以啦。戴诺、戴娜，好好品尝香蕉吧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嗨，戴诺。嗨，戴娜，你们好吗？今天你们想学点东西吗？太好了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的。用戴诺转盘看看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吧。看哪，有三个形状出现了。我们看看指针下一个会指向哪里吧。
我们要去滑冰了，我想知道去哪儿。我知道雪花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们要去滑冰场滑冰，然后学习形状。戴诺，你知道怎么滑冰吗？没关系的，戴诺，戴娜可以教你哦。首先，先穿上滑冰鞋。看呐，戴诺的溜冰鞋是绿色的，戴娜的是蓝色的。哇哦，你们俩都好酷呀！我们一起去滑冰场看看能学到什么形状吧。戴诺，小心啊，冰可是很滑的哦。戴诺，别着急，戴娜会教你怎么像个专业选手一样的滑冰的。小恐龙们，你们准备好画出第一个形状了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开始滑冰吧。戴诺，戴娜，你们做得真不错，画了一个圆形。我们来试试其他的形状好吗？好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看呐，是个正方形。戴诺，戴娜，你们还能再画一个形状吗？好的，那开始吧。是个三角形。戴诺，戴娜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画了三个形状呢。你们还记得都是些什么形状吗？戴娜，没错，你们画了圆圈、正方形，最后是戴诺，对了，三角形。你们真是太棒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和恐龙戴诺学习。嗨，戴诺。嗨，戴娜。今天我们来玩跳房子游戏，学数字好吗？太棒了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一，二，看，前面有一个障碍物，你们需要跳过去哦。三，伙伴们，你们太棒啦！这里要选正确的方向哦。你们要选四号吗？还是要 X 标记的地方？那我们就选四号吧。四，五，六号在哪里呢？在那儿呢，你们能跳到六号那里去吗？六七，伙伴们，你们真棒，我们继续吧。这里又需要选方向喽。你们要选 X 标记的地方吗？还是选八号？那我们就选八号吧。八，九，伙伴们，这是最后一步了，你们一定做得到的。十。戴诺，戴娜，你们太棒了，我们回到出发点好吗？这样就能一起总结一下学过的数字了。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太有趣了，朋友们，再见喽。和恐龙戴诺学习，嗨，戴娜，嗨，戴诺，今天的天空中飘着许多云朵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太棒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伙伴们，快看天空，告诉我你们都看到了什么。哦，看到了像数字一样的云朵，一、二、三。一定还有别的云朵，我们跑到山坡上去找找看吧。别着急，伙伴们，这又不是什么比赛。看哪，天空上飘着几朵云，四、五、六，真不错。加油，我们就快爬到山顶啦。哇哦，风景真好。你们看见云了吗？云都在这儿呢。七、八。哇哦，一颗星星。九、十，这些云太漂亮了，你们真棒。你们学会从一数到十啦，真了不起，一起来复习一下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朋友们，今天真有趣啊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